欣姐，给你200块，帮我取出来。这就是压出来的，对吗？对，做成成品的那种。你这个哪里来的？5000块收回来的。5000块收回来的，可以呀、啊，这个种水可以，而且料子很厚啊。但是5000块钱，如果按照你画的这个座位压下来，那就是不亏，但是也不赚。如果按照你亲姐帮你规划一下，那起码是10000块。那你帮我规划一下。哎，听说最近荔枝涨价啦，好想吃荔枝哦。来买，规划完随便你吃。你付钱啊？我付。你付钱，来，给你看一下。你画的这个座位呢，顶多是白冰的那一种，但是你往这上面看，这个皮革全都飘绿化，而且花我刚看了，还是灌过去了。你现在是画一条，我等一会儿让你变成2条，而且每一条都起码10000块。我先给你画一下。那不是皮革的位置种水很差的吗？谁说的？你再看一下，这个皮革是黑皮革的，打灯进去这边全是脱砂的。这个料子这里的皮革的种水比下面的这一片的种水还要更好呢，我画出来给你看你就知道了。你看下来啦，2条手镯，第一条的话这个飘花已经含进去了，后面的水路也进去了，后面的花更多一点，到时候压下来才会有惊喜，不比你原来这条白冰了好的太多了，简直就是点睛之笔，怎么样，10斤荔枝？没问题，不许耍赖啊，走，骑过去。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，底妆细腻干净，花色灵动，而且水头特别的足，很有意境感的手镯，好不好看呢？好看。喜不喜欢呢？喜欢。想不想要？快给我！一手交荔枝，一手交手镯。走，去买。